有的人他非常的吹毛求疵，他要求的进度很高，他要求的清净跟什么的都是要达到某种程度。他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其实他是这样要自己，要求自己，但自己办不到，自己办不到，反射出来去要求别人，但是他会掩饰自己，他会掩饰自己，那掩饰自己的同时在要求别人，那为了要让自己有活下去的合理性，他会放过自己，他只好选择放过自己，放过自己，但是却不放过别人，这个人格缺陷很严重呢。有没有看过这种人？我在说的这种人，他对自己对别人的要求很高，自己办不到，然后自己掩饰自己，好像自己也很好，但是你怎么给他观察，他就没有那么好，对不对？像这种情形，基本上就是他把佛性绝对清净跟事情要达到某种境，某种他要的标准定得很高，这种人他就是矛盾，他的矛盾性非常的高，他一边要标榜着自己的好，打击着别人的不好，一边内心对于自己有极大的失望，而对于这所有一切有极大的无奈。像这些都是要从不净着手，也就是你要把你的这个净，这个净的标准放空，净的标准放空。如果你这个净的标准拉得那么高，第一个不能成佛的是自己，不是别人，很痛苦，很辛苦。但是这种人呈现出来却有极高极高的道德观，极高极高的水平，极高极高的标准，一让自己一直往上往上往上跟跟跟，放不掉最后一念，放不掉。你要知道你本来就是清净，你不用这么标，你本来就是清净，你本来就无瑕疵，你不用要求别人，因为别人是心外求法，你在要求别人是心外求法，你放错了。你应该净与不净，这个上面是没有的，他没有够，因为你一直承认你是够，你想要追求一个净，你就追求不到，你就碰不到。够在自己或在别人，那个放下吧，你只要端详着自己的身与意，照着基础的戒律这样来走，然后看着自己的觉性的发生作用，看着自己的习气，而不让它纵容，不纵容它，不纵容它，它不会马上消失的，它只是把那个重复性拉得比较远，它间隔距离拉远，然后密度跟强度降低，是靠这样修的。那你心中净的这个想法会障碍你，会障碍你的。所以反流除染而不净，没有所谓净不净的问题。当你能够接受所有一切，那一切都是平等的，就是标准不一样。我记得哈，我小时候住在海边，那海边有一个特殊的味道，那叫鱼腥味。还有海风啊，吹过来之后，它会有一个海的味道，咸咸的。然后在夏天呢、夏天渔获回来，就会在岸边那边把渔获弄上来之后，会留下很多那个特殊的腥臭味，跟那个血水，血水就是鲨鱼啊。煮鱼啊，剥鱼啊，那些血水，然后大家是都没有特殊去洗它的，就从海里再捞几一点点水冲掉，那些往海中散去。到涨潮的日子，这些水它不会退远，它是在非常靠近海岸的地方啊，形成某一种
特殊的那种小小的泡沫啊、哦，好像蛋白质的东西一样，然后在那个黏腻黏腻的、哦、一些在这个岸边在那拍打拍打，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在那段时间呢，可能是我个人的成长期，那成长期身体机能不是很好，于是呢，身体啊里面就产生了很多我们说36种秽物啊，就鼻子里面就会有蓄脓。啊，蓄脓的情形。然后呢，我在外面闻到的是鱼腥味。当我的鼻根 OK 的时候，我的鼻饲也 OK 啊，我的鼻子也 OK。呼吸到空气的时候，就是那个味道。那当我的鼻子不发生好的功能的时候，闻到的是自己这个鼻脓里面的那个味道。这两个味道就让我好难过，24小时都难过。小时候啊，那一段呢、啊。到底像闻到外面的味道还像闻到里面的味道啊，我为什么要呼吸啊？于是就改由嘴巴呼吸，就很像狗。那这上面呢，曾经有一段很好很有意思的参法，所有人身上的味道，所有世界的味道，所有看着人的样子，你就会知道他的味道，就是眼根几乎也能够去找得到他身上的味道了啊，那个味道不用现前啊，不用真的靠得很近就知道他身上啊带了一股汗酸味啊，或是带了一股海的味道，嗯，或是说鱼腥的味道。那这些呢，让个人在这所谓构境上面呢、啊，构境上面有好大的一个空间呢、啊，去认知它，去解释它，然后去感受它。从一种最强烈的排斥，到最后呢，发现所谓人是存在构境的认知点，味道，所有六根尘的这些东西的点里面，发现自己在被自己愚弄，自己被自己愚弄的这些构境的标准，所以每次就拼命的洗，拼命的洗擤鼻涕，拼命的想要隔离这些味道。那这些东西它又存在而存在，看着海水，远处的海水是那么的湛蓝清澈，可是近看靠近岸边却有好多好多的污秽。那这些呢，如何过日子呀？就在一念间呢，其实就在一念间，在一念之间看着这些的东西，那把这一念丢掉，就把这一年的标准丢掉。当你丢掉的时候，眼睛所看的人环境，那个构建的认知点没有了，你就看到它的美，你就看到它的因缘而已。当你丢掉了这些认知点，你看到的都是日出日落，花开花谢，春夏秋冬，初一十五，那心是自由的，就是这个觉性的光明，你是光明的安住，还是你所谓在染垢的世界相撞的？那我们对于垢境啊，身边的人，你会有构境的想法跟看法，这是你个别的吧，这是你个别的。世尊告诉我们的是，所有的万象，所有的诸法是空。如果你有法的概念，你有法的标准，你有构境的分野，人的个别的这个东西啊，对于自己构境能放得下，对环境的构境能不能放得下，要先放里还先放外？当你里面放下的时候，你对外面也就是平等去看它。那你在因缘和合的时候会加以去圆满提息这个环境，而里面并不是因为垢跟净，是因为实相中你的存在
发生了某种作用，让一切更好，而没有特殊需要理由。再回到刚刚举例的那个在床上只有一个人形的那个佛弟子，他去看到别人的疗房的时候，看了之后人家问他说，那你的疗房你是最后一名耶，你分数很低耶。他说或许我应该改改我自己。他花了一个时间把自己的疗房打理得很干净，打理很干净之后呢，他就再也不动那个疗房了，他就用坐的他不躺，他用坐的要维持他的干净，维持他的整齐，他都不躺。你说他过关了吗？啊，没有过关。所以构建不是相状，是你心里的状态，对不对？当我们看到这些，就回来看到构跟境，不是你跟外界的比较，也不是别人在你心中所呈现你满意度如何，那些都是虚伪的，那是虚谎的，那个是你个人的标准而已，知道？那觉性这个东西啊，佛性这个东西，随流不染，出障非净，那不垢不净之后，它就没有这些垢净的问题。那讲到不增不减，不增不减是讲真如，也就是法性。起信论里面讲啊，真如自体相者，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无有增减，非前即生，非后即灭，毕竟常恒。意思，真如法性是不增不减的，得满不增，也就是在圣体而不增，或断不减，也就是处凡流而不减。这个上面，我们的觉性啊，在所有一切里面，它不会有损伤啊，或不见了，大家都是一样的，没去改，它不会少一分。那同学，你会发现你的觉性很平等的使用在你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点啊，时间空间里面，你不是在觉着精神层次，就要觉着物质层次，要不就在觉着自己解读内心的所有一切，你的觉性跟着你的意识连在一起，它在染的状态，它还是在觉。那在清净的状态啊，就是说出凡入圣。在圣体呢，它在所有的每一个当下，明明白白也是觉，它不会有不一样啊。只是在凡夫呢，处凡流，它的觉性会产生虚幻的无明的空花。那在圣者来讲啊，它的觉性产生了妙用而当下就圆满，所以一切就回到毕竟空，所以它的增减问题其实是没有的，而是有没有回到毕竟空而已啊。经论里面讲啊，色从缘起，真空不生；色从缘泄，真空不灭。生灭垢净增减是有为法相，这些都是有为法。凡此以显真空之相，故云空相。这些生灭垢净增减都是为了要来注释这一句是诸法空相，就是要解释是诸法空相。那我们如果能超越生灭垢净增减的问题，那自然能够证悟，自然能够体会空的道理。同学，在这个相状上面
无常是总相的，无常是总相。纵使你对垢净的这个心中的想法标准值，也是在变异啊。有一个老者，他年轻啊，年轻的时候有洁癖呀、啊，他真的有洁癖，什么都要求的很高。那到他老的时候，眼睛啊视力模糊啊，他生病了、啊，没有办法像年轻一样那么伶俐啊，厨房啊什么都打理的很干净啊，地板打理得很干净。那眼睛模糊，他就看不见了。那看不见呢，他就不知道这个是干净还不干净，他反而好相处，非常的好相处。人家拿给他什么东西啊，他都接受，就不会那么的挑剔。那有一次呢，他都看不见，有一次地上有一条蛇从外面进来的，在前院有一条蛇，那他远远的看，他都不惊恐，你说哎呦阿相啊，你绑门给他说那个呀，他说他怎么有一条绳子掉在那里，他走过去啊，要手啊去拿那个绳子，我心中完全没有垢净，完全没有，他去拿那个绳子，他手要碰到，很靠近啊，近距离，他碰到那个绳子，他心中的绳子的时候，说：“哎呦，啊，这说到那里叮当。”他还没有把它连接到是蛇，因为他的记忆袋里面，蛇的恐惧已经随着他年龄增长而消失了，因为他已经有点接近老人痴呆。他就说那一叮当，猫猫，我来捡就好，我好离开，人家知道是什么。他有没有觉性？有，他觉错了。蛇看的是神，对不对？他有没有恐怖？他没有恐怖，颠倒梦想。因为当他现出蛇的时候，他就有恐怖；当他认知是神的时候，他就没有恐怖。这意思多可爱，多恐怖，多妙，对不对？一样啊，都是这样啊，觉性不增不减啊，还是染垢。从你的标准里面去现出你世界的相状，它有太多的不同。那后来呢，他更老了，以前他非常非常的洁癖，他更老的时候，他大小便失禁，大小便失禁开始的时候就在床上啊，家里人就帮他弄啊，他觉得很无奈，这大小便呢尿在床上，家里人就拼命的洗啊。他意识清醒的时候觉得很羞愧，意识模糊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是大小便，于是家里人就开始帮他包纸尿裤，就包大人了，就帮他包。他每次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就自然把它扯掉啊，第二天人家又得洗床单洗被单，他心里又很惭愧，认为我不应该因为我个人的不舒服。当他有意识的状态，后来家里人呢就用更激烈的办法，把他的纸尿裤用那个强力的胶布啊前后绕一圈他脱不得，很辛苦对不对，扯啊扯啊脱不得，又昏昏的睡着。第二天早上啊，再帮他把这个剪开，再帮他换，要不然他晚上就扯掉了。越来越老，越来这个意识越模糊，他就只记得他还没吃饱，所有身体上的机能完全忽略了。他连他是不是包的纸尿裤，
是不是大小便溺在自己的这个尿裤上，他完全不知情，他的心思全部放到我爸到就要的呢，我要吃饱，你怎么不快煮给我吃，因为他有些脑部的东西退化，他还是在觉啊，他在觉肚子饿啊，没有办法全面的去顾及到其他的垢与净，因为他的标准，他的意识开始模糊了。这个故事听起来是心酸的呢，还是鼓励的？心酸表示你有垢净。这个就是生命的现象，但你修行人他不会这样。那我们对于所谓常住佛性啊，总是会有一些探讨啊。什么叫常住？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它不变异，在时间跟空间里面，它不用去谈有无。所以这个常住的佛性，也就是我们的真如体性，它不是因缘对待法，它没有时间空间跟它相状的问题。那谈到不增不减，得满不增，也就是在圣体不增，在圣者不增，不增不减，就是或断不减，处凡流而不减。如果你今天有开始在修行，你一定会深刻的体会到自己在修行的时候能够看到已经不再动荡，那内心产生了一些宁静的觉受，固然这觉受还是意识的一种形态，但发现生命有一种东西是自己可以把握的，也就是觉性。在未修行之前，总是绕在世俗的事项上面，情绪嫣然而生，但进入修行之后，这个五蕴似乎并不是那么的躁动，于是看到自己在所有一切里面具足了某一种能力，而这个能力从来没有失去，或许还没有真实去证明它是完全清净，但这个觉性的存在应该是肯定了然于心。总说啊，色是从缘起，在五蕴里面呢，色受想行识，色从缘起，真空不生，色从缘泄，真空不灭。所以事实上一切毕竟空的道理，在色有跟色无的时候它都不会变异，因为它是生灭的现象而已，色法只是生灭的现象，它真实的道理无自性，缘起而有，缘灭而无，那才是真空，也就是毕竟空，所有一切从来没有改变这个真实的道理，所以它是常住。生灭垢净增减是有为的法相，我们看到的一切，你有生灭有垢净等等，这些都是叫有为，有为法。那如果你能够从这个地方能够超脱出来，翻此以显真空之相，这个就是空相。那这样讲啊，只是对于这一段做一个总述。那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下一段经文就是：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前面的两句，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其实就是前后呼应于开始的经文，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当然中间呢，
跟舍利子在对谈，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谈到诸法的实相，谈到真如体性之后，还是回归空中无色，在毕竟空的体会里面，是超越所谓有为世间的色相，以及所谓不存在这个面相。那我们呢，要在这个上面体会空，需要有正知见。修行人呢，对于空跟无，不竟然一开始就能离得清啊，因为对于有是那么的肯定，因为自己的生命存在有的相状里面，你存在所有一切有当中，好像才安然。突然之间要让你去接受所有一切是空，其实为什么会有一些不能够接受的断灭者，或是产生的恐怖颠倒梦想？因为那个是对于自己存在所有的一切否认。今天跟你讲这些东西都是空，你能够完全接受吗？是因为修行多年，你听经闻法才能够去接受空的道理。而这些呢，单就一个字空，不了解空即代表有跟无，缘灭跟缘起，现象跟本体，如果不了解这空的道理的时候，对于空都会有一些错误的解释。在心经里面，它对于空跟有的定义之中再提出无，而这个无呢，是超越空有的对待，所以这个无才是后面要讲的。从这里开演出来，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到最后呢，无无明，最后无智亦无德。所以刚开始是对于有的论述讲空，诸法空相，可是这个空只能够对于一己而言，停留在对于有的否认，而开始用无这个东西呢，就要告诉你，有也承认了，包括在里面，它的空不是在讲否认有，所以呢，用无再来解释包括有跟空，包括缘起，包括缘灭，包括所有的一切。但是这里面最主要强调的是没有对立的绝对，也就是内心这上面不再有残留的这种执迷现象，那无法去让大家一下子就了解。于是呢，对于这个无这个地方就有了详实的这些讨论论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开始了解无受想行识，就是总说五蕴诸法是暂时合合，唯有假名而无实体。因为前面用的是照见五蕴皆空，是不是先用空？到这个地方它是讲无受想行识，所以这个地方的无是为了要铲除对于空的误解。那对于下一句的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是一对一对的。世尊对于迷心重而迷色轻的大众讲五蕴法。所谓迷心重，也就是对于自我的情感精神层次比较敏锐的大众，所有的一切发生，其实它不会单一的落入在一个事项上，而是总和之后取自己的意识作为这个生命的一种主角兽。所以像这种大众他就修五蕴法就可以了。但事实上这一些五蕴的来源还可以回归去看到，它是由六根门而结构起来的。
所以这个对应对应当中呢，就再度的从它的根本处，也就是六根门头去解析它，眼跟色的关系，耳跟声的关系，鼻跟香的关系，舌跟味的关系，身与触的关系，意成就了法这些关系。而这些呢，不是用空，而是用无。为什么用无而不用空？前面不是照见五蕴皆空吗？后来的结语是无色受想行识，但是在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它不是用空，它是用无，就是要提升，不否认你眼的存在，也不否认色的存在，而是眼的存在是属每个人的四大，外界色的存在是无情的四大，有情与无情的四大都同时接受它的存在，所以在这个存在的时候，要如何能够超越去看到无排斥、无对待、无所有一切的杂染，所以用无字而不用空。这心经啊是非常非常精湛，所以在讲这个无的时候，我们就要对于无这个字有比较完整的了解。佛教认为有跟无是两边，最早的时候是用有跟空。那我们中国台湾话，你有吗？有啊，你有吗？没，是不是？台湾话就是国语也一样，你有吗？有。你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无。我们有没有常常讲你有吗？有。你没有吗？我空。是不是？有没有用空？没有。我们的语词就是有跟无，对不对？那佛教它讲到这个空的时候，是要把这个有它的属性，它的属性最后这个有它会不再以有的状态而存在。所以呢，我们以中国的语词来讲，有跟无是惯用的，所以以经论佛教的理论来讲，他不用有跟无，开始他跟你讲有，而这个有最后会空，才不会跟无搞在一起。那我们对于有跟空呢，还是会有具体的想象空间。你有没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呢不再存在，叫空。这两个在解释上是用一种冲击的方式去让你知道佛法要表达的是它物相上面。物相上面的存在终究是会消失于无形。但是又不能够不承认它现况中的有跟未来或是之前的空，所以两个都承认之后，使用无来区隔于我们一般世俗里面的无。所以呢，这个佛法里面要把这个无的意涵提升在我们凡夫的世俗体之上，先中间用一个空来转过他世俗的认知点。所以在讲到这个无的时候，就要讲到它超越性。所以佛法里面它有非有，非非有，是不是？然后空非空，非非空，两个比对起来，有非有，是不是就是空？空非空，是不是是有？但心经它特别的对于这个无是超越有跟无的相对性，也就是你有或是你空非有啦，你有跟非有这一些
都在你的心中不产生特殊的定义，也不产生你内心意识的黏附情形，这样的状态叫做无，这样状态叫做无，所以它是绝对绝对无是非，非相对待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只能说啦，用超越来替代有跟空，就等同无的意涵，这样可以吗？好，用超越，也就是超越有跟超越非有。眼耳鼻舌身意是我们众生的六根，那这个六根呢，基本上其实你只感受，你只看得到五根，一根看不到，对不对？然后这五根是物质存在的色法，是不是把色受想行识的色，现在再把它细分到我们个别的这个主体，就是所谓眼耳鼻舌身。那这五根是物质的存在，也就是生理器官，称为浮尘根，因为它能够接收，能够对于外界存在的这个色法，能够由这个五根为它的门户，把这个作为沟通跟纳受，所以又叫做浮尘根，四大为体，基础上是地水火风组合的，所以对取境生事仅起扶助作用。对于境啊，外界的境，对外界的境啊，就是外界的尘，会把它纳进来，产生一个境。事实上，外界的东西有没有跑进来？其实没有的，外界的东西并没有跑进来。好，那进来之后，你可能会讲，有啊，空气有进来啊，食物有进来啊，那是一个融合现象。它外界的东西无自主性，它不可能直接跑进来，你必须借这个门户为它的方便的道路而才进来，对不对？而这个身呢，为其辅佐，你必须透过这个身的运作把这些纳进来，这是一个融合现象，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直接冲进来的东西。所以这个门户还是由你自己主体，也就是你这个人的接受，他才可接受，对不对？好，那这个地方来讲啊，意根眼耳鼻舌身，刚刚是讲生理器官，意根是心之所依升起的心理作用的心法，所以呢，它叫无色根，因为它看不到，它没有具体的一个根的位置跟样子，这叫无色根。那这个所谓六根里面的一根呢，是前刹那的六识落泄之后，这是属过去哦，过去的这个前一刻啊，前一个刹那，这个一根呢，在我们眼耳鼻舌身跟外界的这个外界的融合的过程里面呢，一根马上引起次刹那无间缘，次刹那就是它根本就没有间隔，马上就接收了那个讯息，所以这个意根呢就会遍布在这个五根里面，那这个地方马上结构一个东西叫境界。修行其实就是切断这个动作，修行就是切断意根的无间缘，也就是次刹那之间，他把它接收，组织一个以我的思考为主导的这个东西。所以修行里面就是眼跟色，也就是色尘，这一对一对对出来的时候，大德在讲用根不用事，也就是在讲我们这个意呀，要用清净的觉性来代替意，用清净的觉性，也就是佛性，我们的这个功能，它来代替产生的这个净，它把它保留
保留在一种客观、清净、没是非、不加上我的解释的这种公平平等的清净状态。所以这样的状态之下，就无眼耳鼻舌身。啊，这个意没有架构起来，就不成就法。那我们众生呢，总是这样子先结构起来再拆的，因为依过去的经验，你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资料库放在里面，每一个根尘相对的时候，就自然涌现了。把过去的经验值、过去意识的东西拿来辅佐于现况的解释，对不对？那这个解释呢，成就了一个新的，可是其实是雷同啦，雷同于过去的那些意识残留啊，那又像是新的，好像一个一个新的经验一直进来。那如果你沾沾自喜于自己的经验值与累积起来的这些东西，那你有得修了，你有得修。所以修行人其实以修行的次第来讲，他也是有里面要空，有里面要空。那这上面如果能够有跟妙有当中，也就是有的现象里面用无来对待它，是比较不会偏差的进入到所谓断灭的种性。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离中知，也就是眼跟这个色的关系法。这个眼呢，思视觉的感觉器官，眼是不是就是看到外界？这是娑婆众生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啊。如果你没有眼的辅佐的话，你可能寸步难行啊。当然啦、如果大家都是眼盲者，那么大家都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模式啊。那如果已经是有眼睛的人来讲，你就会知道这个眼睛帮助你很多啦。当然也让你很混乱，混乱的来源也很多。这个视觉性的认识机能讲的就是这个眼的这个器官。大智度论里面有列举五种眼，那当然这是对于眼的功能上的一种超越的解释。他讲啊，我们有肉眼，凡夫是不是就是有肉眼？除了这个器官以外，它本身发展出来的就是能够透视，对不对？这个透视也就是我们眼的功能，它凡是遇到障碍的物质，它就只能如此停留在障碍之前，障碍物之前。对于这个障碍物，就是现前的这个物的光的投射之后来认知这个仅到此，它一定有距离的。第二种眼叫天眼，就是天人所具足的眼，能够看到因缘形成的诸假象，但不见实相，基础上还有比较细腻的功能。第三个是慧眼，这是二乘的眼，这个慧眼就超出了眼的功能呢，是不是在讲一种不是只针对物质而来言论它。这个慧眼讲的是它有空的道理的体会，但是对于他人并没有利益性，也就是对他人没有什么饶益性，只有对于自己能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时候的眼啊，慧眼已经不是在讲它的功能，而是延伸到它精神上的体会。那法眼是菩萨的眼，能够看到办法，能够帮助众生，那知道这所有的一切因缘结构跟处理的方案，这是法眼。最后一个圆满的叫佛眼，能够知见所有的一切。那这个刚刚跟大家讲，从眼睛的这个功能提升到经论里面讲到五眼，就不再只强调
眼的功能。那这个眼根呢，取镜的时候啊，就是对这个唇呢，它会取这个镜。那取这个镜进来之后，马上你就起了跟你有关系的很多的连结。那我们眼根怎么修呢？那我只是给同学做一点建议，好吗？好，那这个建议同学如果你可以使用的时候你试用看看，这是提议。在这个物质界的色，在这个色啊，聚色论里面有讲啊，色境有分青黄赤白云烟尘雾影光明暗这种十二种显色，就是十二种你可以分门别类的有属性啊，可以归纳这十二种显色。八种形色，也就是形状上面的，是长短方圆高下正不正，这是八种形色，这是它的样子的归类。好，那对于眼跟对于色上面，同学我们要无，怎么无？我们不可能把眼睛刺瞎让眼睛不要看，那我们也不可能把外界的这个色法消灭它，色法不可灭，这是因缘和合结构的。那你既然有自己的眼跟外界的色啊，怎么修？这里面就有内容了。那我们眼对色的时候，我是这样建议的，把眼对色的时候，任何的色现前你必须有一个距离。因为眼呢，眼根它本身呢就是很特殊的，叫离中之。这个物品如果就直接放在你的这个眼的生理器官前面，你根本看不到，它必须有一个适度的距离，对不对？同等的这个道理发生在你的心理精神层次。当你看任何物品的时候，你必须有一个距离去看它，那个距离就是空的距离，而那个精神状态就是对于这个色法，任何色法只认它是生灭，就是任何色物质界现前的时候，眼对色嘛，色色尘任何出现的时候，你必须有空的道理在其中显现出来，也就是空间感。而你空的体会，空的道理，知道生灭，所有一切生灭，它终将是不以这样的存在而存在。把握这个原则，那么你对于色，眼对色，就不会产生快速的结合。当你不产生快速的结合，那个次刹那就不会那么快。我们现在不是在讲落懈之后，次刹那就结构了你的法，对不对？是不是意识？好，那我们来眼对色。这个色会引起你快速的结合，里面基本上都会涉及到与自己的关系法，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一切以空的正见，空的正见知道所有对应出来都是生灭哦，所以现前的都是生灭法，我不可能砍掉这个生灭的现象，我不可能让它现在灭，或是要求它永远的生，它是生灭。你有空的正见，它终究会空，它是生灭法。这个时候不要让你的习性现前，因为习气会现前是因为跟极有关。所以当你用空的正见跟生灭法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的这个个别的我马上推向前，这个事就不会在这里马上结构，就是用这个根保留
保留那个清净的觉知、认知、了别功能。那我们讲啊，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现前，你马上有了内心精神层次情感反应。这个情感反应，我们就可以分析，不要把这个反应马上归纳，也不要马上纳受这个反应之后保留这个反应。也就是你必须去看到这个色跟自己的关系，解析它。这个跟自己的关系无非有跟无嘛，就是有跟空啊，对不对？有关系，这个物质如果它是无情的，无情的四大，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跟自己的关系？那就是黑是我的，还是黑不是我的，是不是这样？它是我的，依然空。